顾七七，你也给我离江寻远一点。哎，她不就是那个唐氏集团的千金唐可心吗？正牌女友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哎，走走走。我不想结婚，你不想结婚，我一想结婚了，你也想结婚了，我还真是你的风向标啊。怎么，是不是哪一天我死了，你也跟着我去死啊？顾七七，你是属狗的吧？放心，我会在你死之前呢，帮你打理好遗产继承事宜。顾秘书对我们周玲照顾的可真是无微不至啊。可心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下班后我去接你的吗？我就路过随便看看。哦对了，上次不知道顾秘书在，给你带了小礼物，这是上周我朋友送我的，但我不带这个牌子的饰品，觉得它很适合你。他不需要，谢谢，我很喜欢。不客气，给他找个好归宿总比扔了强。顾七七，你给我挂。顾七七，你没有点自尊的吗？为了那500万，这算什么，又不会掉块肉。你哦，唐小姐，正好你来了，给你看看东西。什么情况啊，佳佳，你不是说这个唐可心是个难伺候的主吗？ 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们谁是李爷？我啊，谁给你的胆量来害我？